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击剑吗？真心喜欢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你要先答应我，既然是你自己选择了击剑，你就要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，你必须成为国手，成为国家梦之队的一员，你要替国家把荣誉拿回来，对，否则你就不要回来见我。中国梦之队？我知道振宇学院是培养击剑国手的摇篮，你说的那个欧元哥一定会入选梦之队，如果你想成为他的伙伴，就必须以梦之队为目标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一定可以做。子枫，不要怪爸爸对你严格，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出爸爸给你的黑历史，拥有自己的故事。